老叶，今天呢是7月20号了，然后今天我不打算走了，就准备在这个地方休整一天吧。阿勒泰这个公园啊，它人晚上的话还是比较多的，然后中午的话休息的人也是比较多，因为这边树木啊比较阴盛嘛，然后避阴的人就是来避太阳的人，来这午休的人都是比较多的，然后晚上在这散步啊什么。然后那个位置厕所那边吃烧烤的人挺多的，就晚上嗨的也挺厉害的，就是唱歌啊什么，弄得也挺晚。不过这样也是挺热闹的，好久没有这样看到热闹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它现在是晒的，我估计再顶多2个小时吧，太阳就上顶上去了。然后到上面去的话，它就晒不到了，一直到下午吧，就非常好了。其实啊，我一直就是在赶路，一直跑到那个阿勒泰，就是为了来避暑的。这边温度的话，说实话，白天还是挺高的，然后到晚上的话是非常的舒服，就风扇都不需要开的，非常的凉爽，还需要盖那个被子，就是睡袋吧，还是比较舒服的。然后等一下吧，等12点钟左右吧，到市里面一家美食街啊，去看一下。然后再去好好的逛一下，就这样吧，休息一天，然后明天再看情况吧。如果休息好了，那就再休息一天；如果休息的不好，那就接着出发。先这样吧，一会儿见。早上的话，太阳还是比较晒啊，我把睡袋拿出来扛一下，就是挡在这边，稍微好一点在里面。快了吧？顶多就1、2个小时吧，上去就好了。现在呢是中午时间的11点多了吧，应该是12点多了。然后那边美食街应该开门了。好像就在前面了。特别近的看过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视力视控中心实现免费。我就是戴眼镜的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就在那边。我听说这边是晚上才会比较热闹啊。哦，原来在这儿，羊肉串6块钱一串。哦，好像他们的那个炭都没有升起来啊。12点了，还是来早了。早了，来早了。
那个扫码点餐，这点扫哪里？哦，这就是啊，在这里吃吧。烤肉有了啊，都有啊。哎，有就好。好，谢谢。羊肉串来三串。拌面呢？过油肉拌面来一个。这信号好差呀！51块钱。先来点他们这个什么？我还以为是咱们内地人开的，没想到是他们本地的，就是要吃他们本地的那种味道。烤肉没好，哦，牛肉拌面来了，一看着就是非常有食欲的那种。就是喜欢这样肉多面少。味道就是好。烤串来了，哦，这个7块钱一串，有点量有点少了，对吧？好多朋友就是跟我说，就是留言。老爷，你为什么在新疆就总吃过油肉拌面和烤肉呢？因为这两样是最成熟的，就是基本上你就是去了，他们那个过油肉拌面都是味道还挺好的，然后就不需要担心味道不特别好那种，就像我吃青椒肉丝一样，很成熟。吃好饭回来，出口被堵了。现在去那边正门的话，可能要收费了。这边停车可能要收费的。哎呦！收费就收费吧。现在从市区里面又回来了，这个太阳已经没有了。先休息一下吧，晚一点去菜市场买点好菜啊。今天晚上准备做个硬菜啊。哇，虽说这边目前太阳还是晒不到，但是帐篷里面还是非常热的。你看我的汗，哇，太低了这个汗。白天确实是热啊，起来起来。
睡不着，去买点雪糕。哎呀，太热太热了，而且还有虫子。好，今天非常有幸拍到他们哈萨克族的那个结婚婚礼，看一下，现在正是烈日当头啊，马上就开始了，很多应该是亲友团吧，这边也是啊，不知道新娘新郎是哪位，好像还没看到，应该还在车里吧。哦，看到新娘新郎了，好漂亮，蓝蓝男士，蓝蓝与人间，哦，音乐来了，好，这个是他们哈萨克族的那个舞蹈。现在他们拍那个合照了，来，
游乐场好玩吧？结束了？结束了，我们这次哦，这个好简单啊。哦，好嘞，既简单又美丽。没，这不是结，这是中间一个。我们现在把这个男方从女方家把新娘子接出来了。哦。接完以后，我们从路上一个。哦，就小的一个。在路上一个小的一个那个啥，这叫啥？这个迎亲吧，应该就算迎亲吧。对，迎接亲嘛。然后现在就从这出来以后，把女生接到男生家去。然后到男生家再举办婚礼，然后就是晚饭，就这样。对，然后到男生家接面纱，然后要弹唱，然后给他们讲道理，要好好过，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就接面纱。一般就一天就完成。一天，然后到晚上以后到大的宴会厅，晚上就吃了。哦，我还以为就这样就简单一点啊。有幸啊，有幸啊，第一次看到哈萨克族的。你也可以去跟着他们去他们家啊！不，在这里就挺好了。去看一下他们街面上谈东不烂。好了，现在他们就把亲娘子接回家了。